拯救我的灵魂。无色。我，这是哪里？欢迎来到生灵堡。你毕生无私奉献，而你也因此获选。获选？你要卸下前世的重担，加入晋升者的行列，侍奉暗影之境的秩序，引渡亡者的灵魂。我侍奉圣光，而我的使命尚未完成，有个邪恶必须阻止。在这里没有邪恶，黑暗很久以前就被封印在渊后。不对，他毁灭我的家园，残杀我的同胞和国王，一定要制裁他。你现在的身份是指示，你要接受新的使命，应该要摒除自己对复仇的渴望。我渴望的是伸张正义。德沃斯，你为什么在训练这名灵魂？这不符合你身为楷模的身份。他不愿放手，一心一意只想为自己的死亡复仇。这不是你的职责。晋升之路有时很漫长。没错，不过萨尼欧斯，这名灵魂似乎残破不堪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灵魂，我甚至开始担心他是否根本不该获选前来生灵堡。德沃斯，谨言慎行，御灵者不会容忍这种想法，他迟早会放下，相信我们的使命，时时循道而行。德沃斯，我们还要训练多久？直到你准备好晋升为止。那我无法晋升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你放不下身为凡人的记忆。怎么可能忘记？我现在还能感觉到那一把剑。你的灵魂受伤了，是谁做的？是我的学生，他背叛了所有人。让我看看。刻在那把剑上的符文是不容置疑的，那个来自黑暗的逝者手中握着冤魂的力量，在凡界为所欲为，我们的戒狱危在旦夕。不可能，没人能逃离冤魂，你必须回归正道。要是他放弃了前世的记忆，我们根本不会察觉大难临头，我们的道有瑕疵。够了！暗影之境的秩序建立在我们是否能善尽永恒的职责，你不许再追究这件事。御灵者，谨遵辱命。无色，晋升的时候已经到了。我以为我还没准备好。你希望他受到制裁吗？希望。那就做好准备。他死亡的那一刻，就由我们接手。
我只看见一片黑暗，现在将他逐入渊侯，返回他侍奉的黑暗，让他面对永恒的苦难。他是我的学生，想想他所做的一切，完成复仇吧。不是复仇，是正义。需要什么指引吗？德沃斯本意是好的，他想矫正既有的错误，但乌瑟还没准备好接受晋升试炼。德沃斯偏离身为忠臣化生的道路后，一步步踏上了通往猜疑、暴力的不归路。他的副手莱索尼亚也跟着乌瑟一起追随他。我们的灵魄主存越来越少，但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。德沃斯不在了，莱索尼亚一定会接替他的位置，继续领导弃世者。希望我们能在他们死灰复燃之前得到和平。你想服侍生灵堡吗？你需要指派工作吗？现在，我们将遵循相同的道路，来吧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请听我说，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个重要的场合。这个渊侯行者已经证明了，他们不光是生灵堡的盟友，而是整个暗影之境的盟友。渊侯行者决定加入我们光荣的行列，协助我们重振这个国度。那是我们荣耀的御灵者，他的存在远比这个国度还要久。上前一步，面对你的奇瑞安同胞，让大家欢迎你的加入。这名凡人在不久前才刚踏上我们遵循的道路，但是每一个步伐都响彻着晋升者的殿堂。他们不是我们的目标，协助防守神殿，阻止敌人的入侵，揭露戴纳瑟斯的背叛，并且勇敢闯入可怕的渊侯深处。今天我们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神圣的誓盟，我们会同心协力恢复生灵堡的和平与秩序，为生灵堡献上荣耀。这些勇敢的灵魂是你的同胞了，渊侯行者，欢迎你。你还有疑问吗？莫忘职责，心怀纯洁。御灵者建造乐土堡，是为了作为我们誓盟的行动据点。炎狱之主的盟友从四面八方入侵，我们必须善用手上资源。沐浴在乐土堡的荣光之下吧，
感觉不是很美妙吗？为了在暗影之境各处活动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。我看见你了，谦卑自负。我们都要服侍大义。晋升前最后的试炼非常危险，佩拉苟斯还没准备好，因此我希望你能与克雷亚一起完成最后的步骤。我完全了解，克雷亚，我完全相信你，你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更有资格晋升，我以你为傲。谢谢你，佩拉苟斯，你的支持对我无比重要。我的朋友，我们在星月庭院碰面吧。弃世者想要阻扰我们晋升，我们要找到其他人。让我为你指出方向。如果弃世者以为能阻止我们，那就太愚蠢了。我会前往看台。怎么会有这么多奇瑞安人离经叛道？他们怎么能煽动还不明事理的新志士？来吧，艾奇隆，别想这些了，我们要帮助其他人。就算你晋升，也无法突破御灵者的谎言。他们都要明白。万千年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些四僧都寻求真理，你们的则被御灵者蒙蔽双眼。证明你的忠诚，你明白真相，志士，效忠御灵者就该受到制裁。他们最后会看清真相，你然后灭我。到底是什么？勇士，我们要在这里奋力一搏。我找到仪式卷轴了，有了这些，我们就能开启大门。做得很好，我的灵魂之伴，我们的晋升即将来临。你遇到了什么困难？变革之风随着你一起到来。来吧，时间到了，试炼即将开始，御灵者的智慧会获胜。有什么事想说吗？我一定会晋升。仪式开始了。我们择善固执，但也在工作中不断学习，提升自我。我们相信暗影之境的运作法则与个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，奇瑞安的心中不容有猜疑。我们屹立不摇，无论处境多么艰难，没有任何阻碍或悲伤能使我们动摇。我们服务的不只是自己族人，还有整个宇宙向我们寻求协助的众多灵魂。通道开启了，就算我们踏入同样的通道，每组人也可能前往不同的世界。我能为你效劳吗？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侍奉。祝所有人好运，愿我们稍后就能在胜利中相聚。走吧，我的朋友，我们该穿越帷幕了。
克雷亚，欢迎来到艾泽拉斯。你要在最后的试炼引渡一个灵魂，该灵魂就在赤脊山的湖畔镇。艾泽拉斯，我的朋友，这里就是你的世界吗？有你同行，让我更加欣慰了。卸下重担，无忧而飞。我得保护我的家人，别拆散我们。班恩霍尔，别哭，我的时候还没到。时候到了，我们是来帮助你的。让我们看看你最后的记忆。我还不能死。墓地，为什么我？无所谓，我应该回家看我妻子需要什么。真是神奇，但好像没什么问题。这真的是他最后的记忆吗？你之后就会明白，这些平静的片刻时光对于了解这个灵魂有多重要。亲爱的，早安。结束之后赶快回来哦，我还有一批木材想送去给镇长。没问题，亲爱的。嗨，爸爸，你是来帮我整理花园的吗？没错，等我一下下就好。我喝了一点柠檬水，只剩下一点点了，所以等你真的渴到不行再喝，好不好？我会好好留到我迫切需要的时候。我爱你，爸爸。我也爱你。今天好吗？亲爱的，等你工作结束，晚餐应该就做好了。别太晚回家。放心，你饭还没有煮好我就回来了。他不只受到家人深爱，整个村镇的人也都很重视他。他过着这么单纯的生活，怎么会来到我们这边了呢？最近好吗？再见了。啊，是班恩，我们正好在讨论重组民兵队，你愿意重新当队长带领大家吗？抱歉了，所罗门，我帮不上忙，我现在只想过过务农伐木的单纯生活。我能为你做什么吗？务必小心。镇长，天谴军团进攻了。天谴军团，我们一定要保护镇民。警官，敲响警钟。需要帮忙吗？到城镇大厅最有可能活下来，我来准备一下。天谴军团，怎么会？这些人全都完蛋了。
你好啊，一路平安。你好吗？一路平安。想找什么东西吗？我正在找你呢，再见了，亲爱的，当心一点。孩子们，快进去。我的家人，我要保护你们。这么单纯的人，却遭受这么残酷的结局。他活得很勇敢，班恩，你有资格在来世好好休息。我的家人毫无防备。你在艾泽拉斯上的日子，我们一定要找出解决办法。无需恐惧，因为你将在死后展开新生。班恩，我会保护你的灵魂，护送你前往新世界。你的痛苦会过去，保持心灵平静。我们的命运在此交汇。墓碑号角会呼叫晋升者，带你前往奥瑞普斯。你照顾的人会在那里接受审判。班恩，这还只是开始，我等不及要看看你会被送往哪个世界了。你的无私与英勇一定会受到赏识。我们有明确的使命。变革之风随着你一起到来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让我为你指出方向。奥瑞博斯，我已经好几个世纪没有来过这里了。班恩的灵魂会来到审断者面前，审断者会评断他的灵魂，将他送往合适的来世。等等，灵魂呢？应该有无数灵魂从奥瑞博斯前往下一个国度才对。在那里呀、怎么会？他们全部往冤侯去了。班恩，我能为你效劳吗？这波干旱非常棘手，我们一定要找出解决办法。只是受到灵魄干旱影响的不是只有生灵宝，炎狱之主
让整个暗影之境都陷入了危机。黑暗笼罩了我们神圣的审断者，使他陷入无止境的沉眠。从那天开始，就没有灵魂得到审判，反之，猿猴的恐怖吞噬了一切。原来如此。我不只是为了生灵宝，更是为了整个暗影之境。朋友啊，我需要想一想，我们回乐土堡再见吧。有什么烦恼吗？带着勇气前进，我代表御灵者的意志，心怀纯洁。这是可罗拉，请上前。我会支持你，我们也可以参加这个典礼，真是荣幸。有什么事吗？绝不动摇。这是可罗拉，你是名勇猛的战士，对那些需要指引的人，你是他们谦卑的导师。现在你以勇气仕途的身份加入晋升者的行列。这是索芬尼，请上前。说吧，我会听。这是索芬尼，你身为熔炉式的表现远超乎我们的期望，你遵循了我们的规范，热心奉献，服务他人。现在你以收集者的身份加入晋升者的行列。这是克雷亚，请上前。生灵堡的未来在我们手中。你不止亲身引领着环绕在你周围的人，你更是生灵堡不可多得的坚强防卫者。现在你将成为晋升者的一份子。搞这套仪式了，御灵者，不要再说谎了。我手下的弃世者会结束你的谎言。叛变是你发起的，御灵者短视的律法让我们全都深陷危机。我们要为生灵堡打造新的道路，晋升之巅会是弃世者的。晋升者阻挡攻势，各位楷模跟我来，一定要阻止德沃斯。御灵者下令了，守住堡垒。生灵堡的未来在我们手中。克雷亚，你的伤势太严重了，让我帮你治疗伤口吧。佩拉狗斯，我要。好吧，帮我治疗。指挥官占领觐见厅了，你一定要对抗他。你的御灵者欺骗了你，让你失望，德沃斯才会替正义开启一条崭新的道路。我们御灵者
拒绝给予我最后的正义，齐瑞安和德沃斯让那个怪物得到该有的制裁。够了，乐土堡根本不重要。晋升文章毁坏之后，你的军力就会不断衰弱，弃世者很快就会夺下晋升之巅，德沃斯会在这场干旱之中拯救暗影之境，带领我们进入新时代。弃世者在撤退，至少他们退出堡垒了。回来吧，我们要重整兵力。我不只是为了生灵堡，更是为了整个暗影之境。来吧，我们一起前往羁绊圣堂。我得承认，你刚到生灵堡的时候，我没有把你当成同伴，只觉得你是个麻烦。你很快就证明了我是错的。你是强大的盟友，值得依赖的朋友。当我们听到你回到生灵堡的时候，都觉得很高兴。你已经成为我们足以依赖的朋友了。到最后，你甚至帮我达成了梦想，成为晋升者。我很荣幸能和你缔下灵魂之伴。我能为你效劳吗？改变势在必行，我们也必须适应。成为晋升者，我只能待在这里治疗伤势，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。你一定要去帮忙保护晋升之巅。职责即为独到的智慧。有什么烦恼吗？来吧。不知道那些弃世者对我的熔炉做了什么事，他们最好也别伤害我神圣的斐斯托斯。当务之急是回收斐斯托斯，去快点。吉卡，我不是要你负责吗？我的锻造助手在哪里？弃世者大举进犯，把他们都抢走了，我只来得及救你的巨人。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先夺回锤子。有新的百位机兵射击吗？真有些人说我黑魔，你可以让我看看吗？我觉得自己只是我来找斐斯托斯，你去收集金属，不能有一点刮痕，也不能有半点瑕疵。我是首席熔炉室生灵堡特殊的禁区任务，给我看看。我们要遵守时辰规划。我是个忙碌的侍者，我能帮忙。哦，锻造助手回来了，让一切回归正常运作，有工作要做了。这就问聪明的问题，自己收拾善后。有了斐斯托斯，我就能创造出连御灵者也挡不住的百位。快打快！我们不仅逮捕你，一定要成功。我是首席熔炉室生灵堡发展的核心人物，我的标准，我将特殊的核心装入这个巨人体内，有了斐斯托斯，我就可以把灵魂附在他身上。希卡，保持警觉，英雄，
套上强化护甲。太多了，米卡利寇斯，你会伤到自己。需要更多。有新的百位机兵射击，帮帮我！哇，你有特殊的记忆，给我看看。太好了。布隆的力量就是我的力量，我感觉到他的力量在我体内涌现，我要救他。布隆，百位机兵，进攻，摧毁入侵者。我们会被百位机兵淹没。别担心，我知道要怎么做。大家快上来。急着问聪明的问题，等你把你的力量借给布隆，你的加持能强化他。衡量战力的大好机会，前进。伤害过高。你太自大了。很快就会结束。请回收我的银牌。就此止步。上啊，我的锻造助手。锻造助手，准备就绪。很快就会结束。请回收我的银牌。把它拆了，弃尸者已经离开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我是个忙碌的侍者。朋友，我和布隆会在乐土堡跟你会合，幸好这个交给你了。弃尸者不会来攻击的。我会全力以赴。我看见你了，真有意思的武器，可以让我看看吗？你有价值，但比不上我。你的世界有些超前胜负，使出全力吧。我是个忙碌的侍者，我只求完美。你有特殊的记忆，给我看看。这一天，在修复奇瑞安的路上，我们踏出了重要的一步。这个全新的文章会让晋升者变得无比强大。
我们或许需要他们。看守者说，萨尼欧斯的猜疑是对的，是莱索尼亚在领导弃世者。恐怕乌瑟也包括在内。我必须向御灵者汇报，好好休息，直到我们决定下一步怎么走。来吧，布隆，我们一起享受劳动的成果。我会遵守约定，结合我们的力量，加尔玛必败无疑。我们很快就会知道。你说，我在听。为了御灵者和生灵堡，莫格莱尼的同胞是强大的盟友，而且也很了解我们的敌人。我们会从东侧进攻，他们则会从西侧，然后我们一同杀到加尔玛面前。好，都到齐了，趁敌人还没有建立起防线，我们必须赶快行动。鲜血与雷霆，我们有命令在身，好好作战，生灵堡的奇瑞安。晋升者，飞上天空吧，为了生灵堡。今天我们要替死去的同胞复仇，彻底终结这个地方的邪恶势力。前进！这是为了马卓萨斯，为了生灵堡。御灵者在上，为了暗影之境，他们还没启动。为了御灵者，我们会从上方参战，愿勇气之焰指引你的刀锋。我的刀刃随时可以挥舞。顾忌，有话直说。你需要我的刀刃吗？是兄弟送你来的吗？
测战况，陷入焦灼。你需要我帮忙吗？莫格莱尼需要援军。坚定不移，欢迎勇敢的灵魂。是姐妹送你来的吗？有话快说。勇气指引你的刀刃，奋战吧，兄弟姐妹，让那个樊侯付出代价。尽情挣扎吧，那些流亡的天选者和他们奇瑞安宠物的尸体很快就能利用了。樊侯的众战士朝着莫格莱尼的位置发动了攻击，他们无法推进。奋战到底，我们不会乖乖地沉入漫漫长夜。死亡也无法阻止我们继续奋战。有话快说。你有带贡品来吧？悲伤无济于事。我的刀刃已准备就绪，遵循克里瑟斯的意志，野心必须伴随荣誉。就让这些恶魔领教一下天选者家族的真正威力。释放符文刃的力量，一举摧毁加尔玛的众战士。天选者奇瑞安，听我号令，现在我们要发动最后的总攻击。有何指示？前进，为了马卓萨斯，为了生灵堡，为了暗影之境。山卓雅，准备好迎接真正的战斗了吗？从他们袭击神殿的时候，我就严阵以待了。道路就在眼前，不要回头。我们来完成这件事吧。你们就这点军力吗？还不够我塞牙缝。尽管虚张声势吧，现在你该为罪行付出代价了。齐瑞安，你错把愚蠢当作勇敢了，竟敢擅闯我们的地盘。住手！统御者不会容许这些疯狂行径。我们早该血洗生灵堡了，是统御者阻止了我们。你的背叛决定了你的命运，正义必将伸张。谁能拿到凯魔的尸体，我就封他爵位。不及投降了，我们要用你的鲜血替克里瑟斯复仇。克里瑟斯太愚蠢了，他违抗了我们，才落得如此下场。你们也是。快打断！出来啊，德拉克！还是你想求我们收留你，就像你拜托天选者一样？现在没有目标。没用的蠢货，保卫你的家族，保卫你的樊侯。
我们逮到他了，攻击！别让他们！不用顾忌，有话直说。山竹呀，我恳请你拿起加尔玛的心脏，这是个艰困的任务，但它蕴藏着它形塑血肉的力量，这股力量会强化你新打造的近身文章。我感谢你，交给我吧。你说，我在听。到乐土堡找我，我们一起去放那颗心脏。请带路吧，女爵。就如大家所料，米卡尼寇斯已经准备好用这个赠礼来强化文章。欢迎勇敢的灵魂。冤猴行者，这份荣耀是属于你的，谢谢你的贡献，我们才能打败加尔玛。我能感受到文章的力量正在增长，新的晋升者会是对抗莱索尼亚和乌瑟的关键，我们应该前往其他世盟的国度，更进一步强化文章。我会找阿德雷特斯讨论此事，莫忘职责，冤猴行者。你还有疑问吗？我们都要服侍大义。克雷亚、佩拉苟斯，陪着冤猴行者一起去取回辉映。军政官，我虽然很喜欢与佩拉苟斯同行，但我担心他没有翅膀，很难躲过他人的耳目。谢谢你的关心，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。就当作是学习机会吧。去找监管者，我已经派人去请他协助这件事情。啊，快看，冤猴行者来了。很高兴遇见到你。哦，我们刚才打过招呼了吗？会晤辉映啊，是一名叫做艾尔文的贵族制作的。哦，这个了不起的文物能将忏悔转化为艺术。很遗憾，我不知道他的下落，就连制作者也行踪成谜。我知道有个人帮得上忙，但他可能不愿意。我当时是怎么设定墓碑陷阱顺序的呢？让我为你指出方向。女伯爵想必知道可怜的艾尔文的下场，要是能找到他的罪孽时，就能用来要求他帮忙寻找。我想到我该怎么混进去了，到了圣杯区再跟你们会合。佩拉苟斯，别让他离开你的视线，我从上面开始侦查。感谢御灵者，我需要帮忙。我会想办法找到克雷亚和监管者，我先走一步。伙伴。哎，蓝的，你是不是要抛弃我们？散发着徐瑞安的臭味。我需要目标。就算我合上双眼，还有一个。
更多来接替我的位置。樱草家族诚挚地邀请暗脉与醉牙两家商讨女伯爵相关事宜。希望我们家族间新建立的连结能愈加强大。我研究了一下，女伯爵似乎把她的罪孽石藏在秘密地下室，将钥匙分派给不同的贵族当作信物。我会支持你。希望我们的朋友知道谁可能握有这些钥匙。我来试试看，看起来怎么样？你这样瞒不了任何人哦，兄弟。你比较擅长施法，或许有效果更好的幻术能用。在猿猴出现之前，我都很好，现在一切都变得……还有我的翅膀，跟我来。我会放下一座钟，协助你进到雷德拉夫区。我会去找镜框、佩拉苟斯，拜托找个好一点的伪装。如果回到地面时需要帮助，就敲钟，我会提供空中支援。祝你好运。你一抵达，我就闻到你的臭味了。来吧，让我看看齐瑞安教给你什么把戏。镜框，或许我们都忘了范希尔人的初衷。必须记得，克雷亚轻松解决了一路上遇到的范希尔人，真是让人看得目不转睛。跟我下楼，你的朋友正在等你。佩拉苟斯真是厉害，这个伪装真不得了。要不是我预先知道，我恐怕会以为你是有点威望的范希尔。在猿猴出现之前，我怪怪魔法并非我的专长，都变得。不过我从范希尔身上找到一点灵感。瑞文崔斯，有了裂片和我的灵魄，就能让这面镜子恢复原状。我先去探路，确认是否安全。小心点，佩拉苟斯，我们就跟在你的后面。大家都要记得涂上粉末保护自己。女伯爵的高塔需要更多人手，我是来接管这里的。先生，不管有什么理由，我们都不能擅自离开岗位。快点，不然我就叫女伯爵没收你的葡萄酒。遵命，先生，马上办。我做到了，我做到了，快走吧。我帮你。女伯爵的罪孽石一定是我们的。齐瑞安，你永远无法击败我。我让你失望了。拿好罪孽石，得在你来到之前离开这里。佩拉苟斯，那实在太惊人了！你的伪装真不是盖的。我不只是为了生灵宝，更是为了整个爱你之境。哦，你好，想接受折磨的话，请排队。你先请。
我在等的人来了。亲爱的监管者，你真以为我没听说你的小计划吗？跟我来，我们换个地方聊。别放松戒心，这个女伯爵可不是简单的人物。看来你找到了我的罪孽石，特地来交还给我。冤侯行者似乎不认为你是来威胁我的，我们的用词最好都要谨慎点。幸好我们都是朋友，请享用餐点，然后再来谈谈你的问题。既然我们都同意你不是来勒索我，那你为何而来呢？我们正在寻找一个东西，女伯爵，它曾经在某个贵族手中。我想你应该听过悔悟辉印的事吧？啊，的确听过，这东西当初可是闹出不小的风波。是的，但首先，你有东西要给我吗？你的穿着有点奇怪，我会倾听。很久以前，艾尔文制作了悔悟辉印，用来从他监管的灵魂身上抽取灵魄。许多人都认为这个辉印是失败品，虽然它能迅速洗净灵魂的罪孽，但是生成的灵魄量却差强人意。戴纳瑟斯得知这个无用圣物的事情后，就把艾尔文放逐到鱼禁区，从此以后再也没人见过他或那个辉印。我知道的只有这些。好了，在我感到厌烦之前，快离开吧。在冤侯出现之前我都很好，现在一切我已经安排你飞往鱼禁区，我们从上方的露台启程。我会去带克雷雅和佩拉苟斯，愿你到鱼禁区的旅程一路顺风。如此美妙的香料味。艾尔文，有人来找你，我的朋友。我能为你效劳吗？很可惜，艾尔文因圣光失去理智之后不久，辉印就被企图将力量占为己有的公爵偷走了。你打我？我最近才确认他的行踪，正在讨论该如何处置。你来的时机总是恰到好处。我们会盯着。生灵堡的未来在我们手中。为了王子。我来了。空中支援，为你服务。为了王子，你打我，我打爆你。改变势在必行，我们也必须是你。艾尔文，这个药膏应该可以稍微减轻你的痛苦。感谢我们的朋友摘回必要的果实。你打我，我打爆你。有了辉印的力量，我就能控制整个鱼禁区。你永远无法击败我。我在荣耀的路上。终于辉印落到我们手中了，灭童灭亡。
枪。有什么事想说吗？保持心灵，我会在癫狂圣所跟你会合，找到佩拉苟斯之后就回家吧。哦，你好，想接受折磨的话，真是一个好消息。我敢说你的奇瑞安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必须承认，你走了我会很伤心。我从你这个监管者身上学到不少，我们的使命和范希尔的很相像，我们都必须面对自己的过去。在这次行动中，我们似乎都各有收获。佩拉苟斯，的确没人能逃一辈子。再次谢谢大家，走吧同袍，我们回家去。军事执政官，渊侯行者，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看。怎么了，凡人？御灵者正努力重建晋升文章，其他士盟也付出了力量。去吧，我的弃世者，完成准备工作，崭新的黎明即将到来。我必须向御灵者汇报。真有意思的武器，可以让我看看吗？让我专心工作吧。悔悟辉映代表许多意义，忏悔，痛悔，净化自己的过错，迈向更高的境界。他的力量将灵魂引渡到生灵堡，现在他可以用他们的双翼祝福我们的志士。莫忘职责，有你们的成果，我们距离恢复崇高职责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。你需要指派工作吗？带着勇气，佩拉苟斯在亚登旷野要求觐见女王，去那里找她。宫廷成员已经在等你了，我带你过去。你好啊，凡人，祝你狩猎顺利。看来我们的客人到了。很高兴见到你。生灵堡向来是忠实的盟友，说吧，御灵者之子。女王陛下，晋升文章遭到破坏，我们希望能借助亚登旷野的魔法打造一个新的。灵地中确实有你需要的魔法，但只有亚登旷野容器才能容纳它的力量。这种容器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。女王陛下，我愿意协助奇瑞安备妥容器。柳絮，切勿轻易许下这种承诺。没有晋升者，灵魂便无法进入暗影之境。我了解我的职责，也发誓一定会完成。那么我在此见证你的誓言，为仪式准备容器吧。看来我们要变成好朋友了，看谁先跑到下面。
我代表生灵堡致谢，女王。白衣，我们正在排练。我想到了，我们用剩下的魔粉来做伪装吧。喂，拿书的家伙，快点就位。感觉不太搭，把树搬去另外一边。完美，好了，大家休息一下，机会来了，到后台去。我们来跟月梅开个小玩笑，偶尔换她被捉弄一下才公平。她的更衣室就在那边。都已经要演出火山太大戏的场景了，树呢？再见了，那我们快走吧。你说，不是这些种子吗？啊，你当时说的一定是蓝种子、红叶子，我相信你。你好啊，朋友。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我会好好听你说。在那边的植被后面，我们得想办法过去，用种子清出一条路吧。再见喽，再见，朋友，下次再见。看看那些果母，不阻止他们的话，整个森林都会被吞没。我们可以用种子阻止他们。行了，旷野猎者会解决剩下的果母。糟糕，我们没赶上仪式。我们林地再见。你最近有读过什么有趣的书吗？我才不会这样对你恶作剧。我很乐意帮忙。从头到尾都让我不得安宁，但我无怨无悔。前方有很长的路要走。阿奇，我可爱的小朋友，真高兴在我走之前还能见你一面。在你走之前？什么意思？只有亚登旷野容器能容纳灵帝的力量。阿柳，你要当容器？不行，一定有别的方法。不用为我难过，佩拉古斯，我一生都在侍奉森林，现在终于有机会帮助整个暗影之境。我的最后一天活得很精彩，很高兴有你们陪我度过。我准备好了，女王陛下。阿柳，谢谢你，生灵堡绝对不会忘记你为我们所做的牺牲，我会确保这件事。
跟我分享你的智慧吧。你先走吧，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。我看见你了，亚登旷野的人为我们付出了崇高的牺牲，我衷心惭愧。来吧，我们去晋升文章那找佩拉苟斯。把容器放在这里。我很欣慰柳絮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，成为每位新晋升者的一部分。你想服侍生灵堡吗？你们都对我们的族人贡献良多，现在我们必须封印晋升文章重生的力量，保护他不受未来敌人的威胁。当德沃斯摧毁晋升文章时，他想破坏我们之间的连结。在猿猴行者的协助下，我们撑过去了。我们重铸的晋升文章比以往还要强大。我们可以再次晋升通过考验的志士，并且从弃世者手中夺回我们的国度。御灵者万岁，生灵堡万岁。有什么烦恼吗？军政官，我已经加派巡逻人手了。冤世者最近的活动变得十分活跃。德沃斯的继任者莱索尼亚是很大的威胁，我会立刻派人查明他的计划。谢谢你，朋友，多亏有你，这一切才能顺利进行。可怜的志士，弃世者为了巩固军力，打击对方自尊，强迫对方屈服。看见神圣楷模了，他只身对抗莱索尼亚，他的仕途怎么不在？你看，敌人包围谦逊仕途，弗伊莎仍在坚忍抗敌。御灵者的恩典在上，援军来了，我的士兵受伤了，我只能勉强稳定他们的伤势。欢迎待机。楷模就在神殿附近，孤身一人对抗莱索尼亚。力量强大的凯拉森选择以身犯险，把他从仕途身边引开，这样应该能争取到一点时间。我的朋友去调查弃世者时，我会留在这里替你报告现况。对御灵者来说，你是最忠于使命的人，摒弃那些邪恶念头，你有能力拯救你的追随者，拯救你自己。别再耍花招了，该死！乌瑟，快结束这一切！你必须阻止莱索尼亚的仪式，我们不能让。
他击败楷模。我必须去找楷模，怜悯应该能在地面提供你足够的协助。收集器被中断了，我们正在失去能量。没关系，乌瑟，我们拿的已经够多了。有什么事想说吗？冤猴行者，你来晚了，你的宝贝楷模很快就会屈服于他，向我们展示你的傲慢。楷模，你硬将自身观点套在他人身上，你也因此失败。我努力了这么久才得以成为仕途的表率。我的宠物，留下你的玩具，我有点事要做。来吧，无色，我们的目标比这些蠢货冤大多了。我只看见黑暗。团结才有力量。我带着怜悯先离开，然后跟你在奥瑞博斯碰头。我必须做好准备，这可不是每个奇瑞安都会踏上的旅途。我能为你效劳吗？我们直接跳进去，就这样从灵魂之井进入永恒的诅咒深渊，然后舍弃自由和救赎的希望。好吧，要是遇到危险，至少我还有翅膀可以自保。我相信你。准备行动！我追踪莱索尼亚来到这座大门后方，我当时看到的并不乐观。御灵者的智慧会获胜。成为晋升者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。不管是有股熟悉的能量将我拉向西方，不管莱索尼亚和他的主人想做什么，我们都要制止他们。准备行动！莱索尼亚，拿走他的力量，用它来加强你的转化。乌瑟，你曾经是颗有用的棋子，德沃斯很重视你，不过你对我来说没用了。我清楚看见未来，御灵者会死在我手中，然后生灵堡就是我的了。看来你似乎有访客，楷模，好好照顾他们吧。奇瑞安，你哪里比得上我？我可是猜疑楷模。再说，你接连干扰我，我已经不耐烦了。攻击！别让我失望，莱索尼亚，证明你有资格驱使刚刚获得的力量。当然了，主人。这些御灵者的服众根本不算什么。太大了！莱索尼亚，为什么？我现在了解你的职责了，你是我们命运的关键。你以为这样就赢了？下次见面一定会决一胜负。我们应该保护大家，而不是让他们协助黑暗。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。你就是太软弱，才无法追随正确的道路。德沃斯应该把你留在那里。准备行动！我有很多事需要想一想。感谢你的仁慈与善良。速度比已经更加重要，我们用飞的前往幽道时，
早点逃离渊侯。我不只是为了生灵宝，更是为了整个暗影之境。准备行动！准备行动！准备行动！我要感谢你们从莱索尼亚手上救我出来，要不是你们出手，我现在可能只剩一具空壳了。准备行动！准备行动！乌瑟，感觉如何？准备行动！很痛苦，不过我以前也经历过，伤痛终究会痊愈的。准备行动！虽然我们是敌人，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受苦。克雷亚，看来我们蛮像的。准备行动！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好好聊聊，现在先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吧。乌瑟，你接下来要去哪？想必不会回到弃世者那边。孩子，我原本以为弃世者，说不定一开始我就错了。我要找个平静的地方，有太多事情要思考了。我相当明白自我省思的重要性，祝你能找到想要的事物。希望如此，谢谢你。准备好了就登上台阶。你为何呼唤我们？乌瑟失踪了，而莱索尼亚已投靠渊侯。他真的彻底发疯了，居然会接受黑尔雅那个女巫的体态。傲慢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如果要攻击忠诚神殿，现在正是时候，他的力量还不完全。各位楷模，做好一切准备。我们今天要终止这错误的行为。渊侯行者从我们夺回的神殿集结部队，我们会清出一块集结区。感谢御灵者的恩典。当我们夺回神圣之地，就能继续训练晋升者，他们一定迫不及待想看到我们光复最后一座神殿。我们快要失去他了，他是莱索尼亚的灵魂之伴，在这种状态下他不可能帮助我们。修好岛舟，稳定他的伤势。莱索尼亚，我的错，我的灵魂之伴，猿猴。我欠你一份情，我差点就迷失了。有什么麻烦吗？看守者会率领部队继续奋战，直到胜利到来。维西芬尼万岁！御灵者万岁，生灵宝万岁。你不够格，我的刀刃随时可以挥舞，我们总有一天能清光这些怪物。我们每倒下一个，就要拉十个弃世者来陪葬。晋升者，准备开战，迈向胜利。
安排一下，需要什么？好，就和练习的时候一样。开打喽，跟好戏卡。我会支持你。如果有不够强壮，不够善良，佩拉苟斯起初是要召集收集子弹来协助你，但是他却陷入对战斗的疑惑。不，我们的战斗需要他的能力，你必须帮助他克服心理障碍。是我们可以，我不是一个人。我们一起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失败了。快打断！你永远不可能晋升，你只能一直当克雷亚的小跟班。快打断！错了。我们团结一起才会更强大，三个人在东城神殿堕落，你会投靠弃世者，没那么简单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，我已经在这场试炼中失败了无数次，但今天不同。做得很好，你终于克服了内心最深层的猜疑。看见你了，永不退缩。尽管我们数量减少，但我们绝不动摇。只要御灵者呼唤，他的收集者就会回应。你还有疑问？各位晋升者，换我们表现了。今天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弃世者，坚守永恒的职责，我们都要服侍他。诸位楷模，御灵者万岁！发动攻击，生灵宝万岁！猿猴行者，你和我们最大的部队向前推进，由你领队。是吧？吉瑞斯提亚从来就不懂得狩猎，见证弃世者光荣的全貌。我有职责在身，不值一提的对手。快打断！
我会使出全力击退你。很快就会有人补上，我的勇士不会那么简单就倒下。敌还没到，起来继续战斗。他们还没倒下，继续。巨象灵魂存量太低，必须补充。那就充能，必要的话耗尽百位也没关系。清出一条往南的路了，动作快。我们会拦住他们的援军，向前冲！还真是顽强啊！帮忙争取时间，真理使者快要充能完毕了。接受，必要的话把你所有的灵魄都交出去。等等，亚萨诺斯。遵命，凯罗。决定还我能为你带来你所受的训练吧，要打败他还蛮简单的。谁都可以，不要是他。语调无法接受，移除致命武器限制。目标状态，活着，解决中。难道我什么事都得自己来吗？各位朋友，在军在阻止不了我的命运，我就快成功了。尝尝我的厉害！给我过来！我会清空竞技场，神殿的大门就在北边。御灵者注视着我们。我没办法抵挡他们太久，快去大门！猿猴行者，胜利近在眼前，为我们
赢得胜利。我们或许失去了晋升之巅，但我们不会放弃胜利。他的灵魄是我们的，我会完成德沃斯骑手的一切。我们不再当御灵者的奴隶，被使命所蒙蔽。吉瑞斯提亚说的没错，暗影之镜已经破碎了，但要修正一切需要意志，是他所缺乏的力量。上前来，你一定会和乌瑟一样让我大失所望。这是最后机会了，看看四周，你的部队都已败退，胜负已定。就这样，让我蠢智士，光凭这些人就想对付我，那你们输定了。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过去，带领这个界域迈向未来。认清御灵者的谎言，加入我吧。要我跟你一样放弃同胞，我赢了。休想！我会有你们这波微不足道的攻击行动。御灵者首次陷入无人保护的困境。等御灵者倒下，就算是凯魔也会认清事实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快打断！方剩下的部队也正往乐图堡方向撤退，千万要赶上，万一御灵者出事的话，生灵堡就会沦陷。我发誓，我们会拦下其他朝御灵者进军的敌人。此为止，齐瑞安将会追随新的主人。真是空洞的危险。你的主人告诉你的全是谎言。空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，却依然盲目。御灵者，我来为你驱散眼前的迷雾吧。就是现在。
莱索尼亚，你疯了吗？拥抱如此深沉的黑暗，怎么可能？背弃了齐月岩所有的信念。我再也无法认同弃世者的做法，我宁愿忘掉我的过去，也不愿与你走向这条路。乌瑟，至于你，御林者在上，我祈求你开恩。我原本以为，那就暂且如此。你今日的作为让我了解了不少内情，我们会讨论该如何处置你。你留在这里受我保护，静候发落。有什么烦恼吗？带他去永恒守望，在那里静候御灵者发落。我希望你可以让我来照顾乌瑟。我们必须了解他的痛苦源自何处。我怀疑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。我也想弄清这一切，那就请你带路吧。成为志士的训练非常艰辛。我完全不记得生前的事。每当我闭上眼睛，就会看见我的死亡。我看到他站在我面前，拿着那把诅咒之刃。德沃斯说服我，我的死亡是个错误。他承诺要伸张正义。我们对他做的并不是正义，而是复仇。莱索尼亚也一样，我没发现他们心中的想法同样黑暗。多谢你们展现的仁慈，我没齿难忘。我们都有很多事情要学习，乌瑟。来，我们到我的神殿进一步长谈。感谢御灵者的恩典。坚守永恒的职责。长久以来，我从来没体会过这么与众不同的冒险。一般来说，像我这种人无权接受灵魂之伴此等荣耀。不过我不是一般侍者，要开始了吗？我的标准很高啊，但你必须达成。真是光荣的一刻，我还有工作想完成，我就快把布隆加装上一个非常厉害的升级了。我看见你了。
带着勇气前进，莫忘职责。你需要指派工作吗？你想服侍生灵堡吗？